队长，怎么样？拿到了没有？我正在找人搜查，给我找个手电筒，快！是。 听说你们在抓一个特务，你们几个跟我进去搜，其他人在外面继续给我找。是。给我仔细搜查这个仓库。 绝地三尺，也要把它给我找出来。是。
我们要找到这个人，他叫做沈仲福，所有治国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突兀踪影，难道他还能找赤老飞了不成？继续给我找，每个角落，每个房间都不准放过。嘿。 接到上级通知，明天上午8点半炸掉日军军械厂。田小满他们能配合吗？是这样的，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田小满已经把所有的行动路线都告诉我们了。那由谁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个任务上级会派我们的游击队员去完成。好。上级给了我们在于田镇的最后一个任务，炸掉军械厂。 是，这个任务将由我亲自带你执行。具体需要我做什么？你给我们搞几张
县政府工作人员的通行证。通行证？是。任务顺利完成，我们将集体撤离玉田镇。通行证倒不是什么难事。你们什么时候要？如果事情顺利，我们定于明天上午9点整准时爆破。到那个时候，你带着通行证到飘香酒楼等我来。嗯，好吧。站住！什么人？站住！老子都不认识了。全部长。快来人！是陈一飞。老子是他妈副队长，我要见下专长所。陈一飞，你现在是通行证犯，赶快放了田队长，军事处分。别敢讲，兄弟，我放他，马上放，别敢讲了，快，小心走火。都别动，叫下专长所过来。都别动，谁动我杀了他。你叫下专长所来，下专长所，我是六天教满身内鬼的铁渣。陈一飞，你竟然还敢送上门来，给我抓了！走，还都别动，赵赵赵总，我冤枉。我手里有天下满是内鬼的铁杖。我是冤枉的，我说过我一直冤枉，我说过我一直冤枉，他才是内鬼。我冒死回到于铁镇就是不甘心的，我不想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跑了，还闹个内鬼的名声。但是昨天开眼，我终于拿到田小满是内鬼的铁证，全在这个录音带上，你听听。周总，你别听钱一飞的，他为了陷害我，什么事做不出来。昨天晚上他打昏我，你也造了这么多的证据，这么长时间里面，谁知道这里面录了什么？你矢口喷人，你们都给我闭嘴！从现在开始，你们俩一句话都不准说。沙总，你闭嘴！是。去把监听设备拿来。是。我去吧。小朵，好像是张外的荒上，要不要去看一下？
不，和田君会有安排的。眼下最重要的是把录音听完。对。有声音，全是抬脚板的声音啊！快进一点，这简一飞，到底怎么回事？少佐，少佐别急，我就有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回来拿这个事来糊弄你吧，对不对？一定不对，那肯定是有人动手脚了。不对，秦一飞，故弄玄虚，调虎离山，啊，密谋制造爆炸，跟惠子解释清楚，你这是目的是什么？艾利克，こいつを連れて行け。不是，少佐，不是这个爆炸，我不认识。我不知道，少佐，这一定是有人。等等，少佐，少佐，你要查一查，少佐。少佐，我冤枉啊！少佐，少佐，少佐，相信我，少佐，少佐。田局长，让你受委屈了。没事，总算还我一个清白。喂。喂，少佐，军械厂被炸了。军械厂被炸了。马上带人赶往军械厂。修理工場なぜ爆破された？誰の仕業だ？それは君に聞きたいと思ってたところだ。君が雨天城の任務に失敗しなければこうはならなかったはずじゃないか。報告します。一人生け捕り、死者うねです。連行し尋問しろ。連れてけ。はい。ほら後ろ。夏川少佐、私は戻り尋問せねばならこれで失礼する。ちょっと待て。この犯人を尋問するのは私の役目だ。来，把犯人带回县政府。是。捜査先祖。
两位长官请消消气，发生这么大的事应该共同协商解决，这当务之急是处理军械厂的善后工作，至于审讯特务的事可以先缓一缓。和田长官，您就别生气了。田琪，钱一飞的事儿还没有搞利索，我看这件事儿就交给和田长官处理吧。军部に戻れ。天琪啊，刚才来的时候这车颠得我有点晕车，我想走走。啊，下车少佐，我带着兄弟们走路回去吧，这车我就不坐了。你们俩到底想干什么？都什么时候了还磨磨蹭蹭的，都给我上车。上车。这个王八蛋处处跟我作对，现在军械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看他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行了，天琪，人家和田抓的特务你非要给抢过来，你说搁谁谁心里能舒服呀？他要审就让他审了，再说了，这个军械厂的治安保卫工作也是由和田来负责的，你现在来插一手，小心惹一身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啊，前边那个洋货行给我停一下，我要买点东西。那我去买点东西了。我有点闹肚子，你们先回去吧，我就近找个厕所啊。你们先走吧。回县政府。田小满也怀疑过唐天明是自己的同事，可田小满不敢轻易下这样的定论，如果不是呢，自己的身份就要暴露。田小满认为不管如何必须先拿回录音带。田队长，我不喜欢身后有尾巴的感觉，有什么事儿？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想请你到家里坐坐。如果我不去呢？那就只能你走哪儿我跟哪儿。少佐，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军械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哪有心情休息？我给你倒杯水吧。秦一飞呢？他不是被你抓起来了吗？不对，是
什么部队？依照钱一飞的性子，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他绝对不可能冒死送一盘毫无价值的空袋子回来，这明显不符合逻辑。那您的意思是？审讯钱一飞。少佐，少佐，你听我说，少佐，我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不可能杀了四头龙王吧，少佐，我真的冤枉。那个录音带我听过，千真万确的，真的是田小满的录音呢。那为什么我拿到的是空袋子？这我就不知道了，少佐。但真的是田小满的录音，少佐。而且我是第一时间我亲手交给你的，我没有给过旁人呢。那你就是说我做过手脚了？不敢不敢不敢，少佐，当然不是你了。我觉得，少佐，我想起来了，你好像把录音带交给过别人。你把录音带给过唐天明。钱一飞，小佐，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什么机会？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我可以先放了你，暂时让你官复原职。只要你能够找到录音带，我甚至可以提拔你为副县长。多谢少佐。不过，如果你办不好这件事情，我就亲手毙了你。少佐放心，少佐对我的大恩我这辈子不忘，我就算豁出命我也要把录音带给你找回来。好，来给前副队长松绑。是。说小鬼子的厂子给炸了，还是两伙人干的，这是逃命啊！听说小鬼子封锁了所有出厂的路口，还抓了一伙狗，这要落在小鬼子手里，肯定没命活了。给你留着呢，比上次的还好。尝尝。嗯，确实是好酒。那今天咱们兄弟就多喝点，反正也是闲着。这么好的酒留着改天再喝吧，我还有事儿。来，谢谢。等一等，怎么酒可以改，但事儿得今天办。什么事儿？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天明，我很感激你今天为我做的，但是我还是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屡屡出手相助？还有，录音带是不是你换的？小满。
这些问题你把我问糊涂了。至于我们两个人，是你救我呢，还是我救你的问题，我想，这是天经地义的。谁让咱俩是兄弟？你问我是什么人，我也很想知道，你又是什么。说了，今天的事就得今天解决。把袋子交出来。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是什么人，我很快就要知道了。哎，小姐到了，来给。谢谢你。小满，怎么了？白灵，你怎么来了？我听说小满被钱一飞打伤了，我来看看他。别动，别动，把枪放下，再动打死人，放下，别动。唐天明，把枪给我放下，快点。钱一飞去见夏川少佐，他现在手里有录音带，一定要把录音带抢下来。明白。小曼，钱一飞好不容易才拿到录音带，他一定会不择手段交到唐天琴手上。我们还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最坏的打算。
必须想办法调开唐天启。总机，给我接夏川少佐办公室。喂，天启吗？哎，我是田小满。田队长，你怎么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天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其实，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炸军械厂？真不是我干的。不是你们是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为什么要炸军械厂？那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还有其他同伙吗？只加需要虚假。搬搬他！等等等等等等！我交代，我全交代。说，我是军统。同伙呢？白灵。白灵はやはり軍統か。还有谁？田小满也帮过我。这样子吧，天启，你来我家吧。好，你等着，我很快就到。好，我等你。集めろ。二手に分かれ。白衛と伝承マンを捕らえろ。はい。担心外套那边，实在不行，只能绑架唐天启了。绑架天启？对，绑架唐天启，用他交换万海套。可是和田会同意吗？现在由不得和田不同意了。夏川大佐无论如何也会救唐天启的。